我这车这得，原来就整这个。给老子来把子弹痛快点，要么你放开我，咱俩兔子往干啥？来啊！张鬼子，喂，过来，过来，冲爷爷来，来了，来了，走，来了，来了，嘿，怎么敢呢？ 你很冷静，看样子你是他们的长官。我怎么听说你们中国特战队有四个人？另外一个人在哪？不会是死了吧？废话真多。你们枪里的子弹不够杀死我们三个吧？放心，我现在不会杀你们。你们中国特战队屡次骚扰我们军防区。 分开一天就不认识我了，还好，最后降落伞打开了。你小子命真大！哎，小杰，刚才那几个鬼子是你打死的吗？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无声的。哎，齐哥，这美国佬这避弹衣可真不咋地啊！我这胸口跟给熊瞎子怼了一拳子，疼死我了。就透着乐吧。啊！要是没有这事情走，咱们见了阎王爷了。闭嘴！ 拿上装备，找个安全的地方，重新休整。撤。是。